袂困哩。啊，你燕先生呢？烧酒啉了，就倒落去一工久哦。哇，遐花哦，遐哪伫咧咧看黄桂呢？多只甲离天的时分，电杆汤啊我，乌影，看了，遐乌影哦，两尾目睭是安尼亮亮亮，亲像两条河球呢。看那个内面，用这个灵财神哦，一直晃，一直晃，灵财神大惊失色，接着就叫燕先生突然间他就劈你。燕先生晒在窗啊下面，也一个箱啊里，突然间闪出一根破窗立出，那个乌影开始鸡啊里，砸不去。燕先生惊醒过来，林财神赶紧讲一声：“说燕先生啊，独家来这个恶鬼，窗啊下骹一道白光哦，惊走去。”燕先生起来检查一下，按箱啊内面摕起一支红的刀剑，迄支刀剑正细支，拄像着一条韭菜。这哪不是这个汤啊哦，安尼动的呀？那个恶鬼，托这个白光安尼出去哦，两鬼都死透。不过那个恶鬼已经受了重伤了，佮暂时未骨出来害人了。林财神知影这个燕先生哦，是一个剑客。燕先生将这个骨啊，交托林财神。这就用这个刀啊，大了先了，倒去，关出来，鬼怪就唔敢过来杀害。林财神跟燕先生再三表示感谢，啊，就最安心哦，去困哦。这眠落去了，却梦见这个聂小倩啊，来找伊，说先生啊，你。新的现实已经有种的火星的物件了，啊，可以通救阮了啊！林传先生说：“我是一个凡夫俗子，你们是鬼魂，我要怎样通救你啊？”聂小倩就讲说咯：“说先生啊，请你将阮的尸骨，赶快移去别地去种，阮就会摆脱来妖魔鬼怪的控制。”林财神听了说：“这条，这条都好办。不过你的某是种着倒落啊，啊，你求什么路？是阮的某是种着这个破庙外面那条哦，有一丛红的白杨树的树叶，那丛树野狐林，树顶都有一个红角树。”林财神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，我说到哦，一定做到。”把林财神在要倒去的时阵，伊人先是去将聂小倩的怀骨骸啊，将伊骨骨起来，啊骨骨起来了，啊归去了哟。哦，好歹要做人最高对哦，将伊怀骨骸将个包包了，煞将带到去阴处，去干，重新安葬，葬在阴处的府棺，那即得。粒小枪，刚刚这条都是了，再见。为人多生也学鬼帖，所无女鬼再三所了。玉帝上前，敬请关注《聊斋志异》玄刚第三集，休息。相应相问相情难处期待
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咱厝台。高家戏是闽南地方戏曲剧种之一，流行于福建省闽南凤阳地区、甲台湾金门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聚居地。泉州市高家戏剧团成立于1951年，60多年来，剧团表演艺术搁较完美，创作整理身边了不少优秀的传统戏甲现代戏。剧团也摆真行回播演出，得到戏剧界甲广大观众的好评。所以就这是来欣赏国家戏《海上如琴》。还了还了还了，韩雄之官，那我招官人。
有有言呐、啊，民国就这些旧礼呢，造物的无用心民，切不可轻忽天地。我不必天天有病，边关冒险，老乡都吃菜小点的中有病中啊，是红皮炎，是吃的啊，一小的轻生了，咋有混用？恰是最健壮啊！今日大大感谢老王爷对族里的多方款待。哎，此乃为人之道，何言感谢？但愿今后能更加贤进啊，老兄说你记下如何啊？小的恩情三，万里飞，但愿。生之时，地动山摇，不提不可。那就叫林良，哎，叫林良这样嘛，哈哈，林良，何名与何听？哈，我也敢与小李千山叫一声林良牛。